谢谢星河世界，然后谢谢新加坡的粉丝，然后各地的粉丝让我得到这个奖项。然后我会努力的继续拍更多更好的作品，然后和大家见面。那最近刚好有一部电影叫《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》，对，我很荣幸的刚好在新加坡上映，再来也是大家看到的做菜女神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会继续加油，谢谢。